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又溜出来了啊、哦！今天到静海去钓个半天，今天和我一位兄弟啊，今天去静海菜地里面拔几根菜啊。今天又是大雾弥漫的天气来了，啊，刚刚开出来。那好了，出发了啊！已经到钓点了啊！今天菜地里拔几根菜，用的是三节杆，又拿出来了啊、哦，5000的轮子，主打千头钩。爹，我也中了。这条太小了，算了，第一条不能放啊、哦！第一条不能放。这条钩，这条鱼被不知道什么鱼咬过了，哎，这有点可怜啊、哦！来放生。现在这个饵在这个季节用是蛮不错的啊，因为它那个水不是很清，水不是很清的话是白色，模仿那个豆腐鱼。豆腐鱼的话，然后里面还有一闪一闪的闪光片呢。就是效果比较好一点。又开始盐月了啊！菜地里菜还没有生出来，过几天去，过几天再去。哎呦，老家伙，还要洗身哦，还要洗身哦，习惯哦，让你洗身，三四斤啊、哦，行了，行了啊。三四斤啊。伴随接口。中了啊！
大不大？脑壳四五十斤。要快点，要快一点。四口这么不好，啊，吃牢了，拿上来就脱掉了。伴随接口，伴随接口啊！加油加油啊！爆发的时候到了啊！哎，多谢。跑了！啊，硬。大家伙，大家伙，又是伴随接口了。今天都是伴随接口了。谢也不会去了。啊，谢你也不会去了。谢也不会去了，放到一半停住了。这条怎么样了啊？这条不能让它跑了。往一点哦，操一下，操一下，操一下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哦。谢你不会去了，伴随接口了我。可以可以哦，这里大。大家伙，这条还可以哦。还可以啊，四斤。伴随接口的，哎，又跑掉。又是伴随接口。